这五只加纳利早晨就开始打闹叫，这刚五点多一点，想干啥？以前的一样。哪有这么早就吃饭的啊？你还在说我是吧？还在叫？太早吃饭太早。就是不开饭。人家早晨是锻炼时刻，不是开饭时刻。别躺，这也是这五只里边最大的一只，他们都欺负他。但是这小家伙一爆发的时候，谁也打不过。打完了，闹完了，起来得稍微活动一会儿，咱再开饭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你，真是五个泡泡专家。起来就打，又急了又急了。你想干啥，黑玫瑰？这个黑色虎皮的叫黑玫瑰，它是一条母犬。想干啥？嗯？我不能说话，我一说话你就跟我吵。吵啥呀吵？还想出来？还想吃东西？每次叫的都是你。这两条是母狗。这两条虎皮我认识母狗，浅色的。哎呦，这五个狗啊，刚是两个半月左右吧，长得体型都不小。
炒了三分钟。打完了，闹完了，你们在一起和平相处，热度不到三分钟，知道吧？其实他们是着急吃饭，老实了，都老实了，这会儿，刚夸完老实了，看我。坐好啊，排好队。他一想咬我，他想咬我，他们干啥？我得罪你了？对，咬他，那咬我。黑玫瑰，还咬我，还想咬我是不是？还咬我，打你，打你，一会儿不让你吃饭，一会儿不让你吃饭，就是不让你吃饭。黑玫瑰，跳过来，跳，跳，跳，看人踏雪，踏雪就不咬我。踏雪，是不是？你看我撑在嘴边，它都不咬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咬不？还咬我不？你看吧，谁碰到它咬谁，还咬我不？还咬我不？啊？哦，就摸你咋了？就摸你咋了？还追着咬我是吧？还追着咬我是吧？啊？还咬我？这儿。啊啊！你想干啥？下饭呢？饿了？这个黑玫瑰可坏了，这黑玫瑰。